么在刚才提到这个风干和尚呢，啊，我们有提到这个实德呢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那寒山呢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那这里面呢，啊，有关讲到这个实德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呢，他也有一些公案。那我看台湾有提到这么一个典故故事，那么写的这个典故的这位居士呢，叫李伯勇居士，我觉得他写的这一段呢写的不错，啊，我们大家来参考看看。有关呢，我们常常讲说呢，啊，烘干和尚是弥陀再来，那十斗呢是普贤菩萨再来，那么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呢？其实我们 并不十分了解。那么这个吕居士呢，李伯勇居士呢，有把他这个资料有收集。那他说呢，活菩萨应化在世间呢，游戏人间，常常留下一些让人家惊叹而且警醒的法语。那么他说呢，这个实德跟烘干禅师呢，寒山大士都是唐朝人。那么当时呢，实德是被烘干和尚捡回来的。据说呢，当时烘干和尚有一天呢，他在有松林金道，啊，在天台山赤城山呢山道旁呢，在那边惊醒。那么听到小孩子的哭声呢，他就循着这个声音去追，发现原来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十几岁，那么相貌很奇特。那么禅师就问附近这个牧牛的人，知不知道这个小孩是谁家的小孩呢？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。那问这个小孩子呢，他自己说呢，我没有家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姓什么。啊，于是呢，这个烘干禅师呢，就把这个幼童带回国清寺，然后交给呢点座师呢，啊，来照顾，等候他家人来认领。但是过了很久呢，没有人来认领。于是呢，他就叫那个知库，就是管库房的，管库房的这位法师呢，知库僧呢，叫林毅法师呢，来照顾他。但是呢，虽然他十几岁呢，但是这个实德啊法师呢，小实德沙弥呢，很会讲话。那么实德慢慢长大以后呢，点座师呢，就让他去管食堂跟香灯。这个点座师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台湾的正觉金师的点座，这是啊丛林的一个名称。点座呢，就好像管大寮，大寮就是厨房。我们一般讲叫厨房，大寮里面的一些菜啦、米啦、煮饭啦，有多少人来这边供养啦？比如说供生，我们到正觉金舍去供生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先通报正觉金舍的知客、知客师，那知客师就会安排你哪一天来供生。像我们最近呢，就有到正觉金舍跟南岭尼僧人去供生，那就要透过知客师来安排，他给你排时间。你哪一天呢来供生，因为他们最近刚做完这个结下安基嘛，三个月。那么这个点座呢，就是点座和尚，就是专门管大寮的事情啊。你要送米呢，送菜呢，那你就必须要跟点座和尚接洽啊。点座就是管大寮。那么这个点座师呢，就让实德呢去管这个食堂跟香灯。那有一天呢，就看到这个石斗突然间登大坐，然后对着佛像呢，跟佛像对盘而坐，然后就冲着敲存祖真佐的泥塑像讥笑他说：“小鬼生闻。”然后呢，还拿了筷子呢，开怀大笑，哈，旁若无人。上座师呢，就觉得这样不行，就把石斗呢佛堂上的职务去掉。他本来是管香灯嘛，后来不给他管，让他到厨房呢去管洗碗盘等杂事。那么这个实德呢，每一次都把堂上吃剩的饭菜呢，把它装在一个竹筒里面，等寒山呢，寒山和尚呢把它背回去。那么有时候呢，他就会自己自言自言的说了，他说呢，我有一颗明珠埋在暗中呢，可惜没有人来识别。
拾得和尚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有明知一颗久被尘劳封锁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佛性。那么埋在暗中是什么？暗就是烦恼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智慧，都有这个佛性，但是呢，被无明烦恼习气盖住了，被五蕴烦恼盖住了。这叫我有一颗明知呢埋在暗中，可惜呢没有人识别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你没有办法转世成智，你放不下这个分别执着，所以你见不到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所以说没有人发现啊。那么大家都笑这个拾得呢和尚呢像痴呆一样。那么有一阵子呢，这个厨房中的剩菜呢都被乌鸦来偷吃了啊，搞得呢狼藉不堪。拾得呢就拿了一个棍子到齐梁殿呢去打了护法神两三下，去打齐梁菩萨护法神打两三下，责备他说了，他说你们受出家人供养，守护佛事，亲近道场，你却不管寺里面的事情，让食物被乌鸦吃得一塌糊涂，你怎么可以当齐梁居士呢？啊，这天晚上啊，全寺里面的僧众都梦到齐梁菩萨向他们诉苦说呢，师德打他。第二天呢，僧众到堂上就说这个怪梦，结果每个人梦都一样，没有一个地方差异，连这个林立法师也不例外。那这一天呢，林立禅师呢就到供养齐梁的齐梁殿去看。果然看到那个护法神身上有那个杖痕所损啊，就他那个是木雕嘛，可能就有点剥落或者这个痕迹的，那就叫大家来看。果然大家看了一下，是真的有这个事情，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拾得呢不是普通人。那就有好事者呢就把这个消息报到县府了。那县府呢就下令呢啊，尊称呢拾得叫贤士，认定呢他是菩萨的化身。那么拾得有时候呢会在寺里面呢啊放牛，然后呢引笑歌咏啊，会唱这些偈语啦，或悠游自得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寺里面正在举行布萨，布萨就是什么？就是诵戒，啊，初一十五在诵戒，六斋日在诵戒，这叫布萨。那么众生呢，众生人就在说戒了，那法事也很热闹了，法事也很热闹了。没想到这个时候呢，拾得在外面牧牛呢，就把这一群牛赶到这个大殿来了，然后他站在门口了。然后拍手大笑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那轮回生死前程悠悠的众生呢，正在这里寄头呢。他这个拾得的，他是菩萨再来的，大家都没有断烦恼，就是轮回的众生嘛。啊，虽然说你在布萨，你在诵戒，但是呢，你烦恼还是没有断啊。所以他就是说，那轮回生死。”然后前程悠悠，就是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啊。前程悠悠的这些众生呢，正在这边寄头呢，啊，这话有警惕的味道啊，倒不是他在笑他们这出家人诵戒，而是他在警惕他们要观念生死无常啊。那么主持戒律的所作和尚听到以后，就怒斥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么疯狂呢？怎么在这里喧哗破坏说戒呢？”拾得就笑着说了，他就写一首偈语了，当场就讲一首偈语了。他说：“无嗔即是戒，心净即出家，我性与你合，一切法无差。”啊，无嗔就是说我们说呢。你不生气，
就是所戒，六祖在给我们开示的自信的戒定慧啊。那他这里讲说，五嗔即是戒啊。你要是没有无明火，我们说嗔就是你的无明火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还有无明，就表示说你根本还没有自信戒嘛，啊，你还有烦恼，还有无明嘛，所以他说无嗔即是戒嘛。你断了无明，就自信戒就现前了嘛。心静即出家嘛。真正的出家是什么？叫身出家、心出家嘛。那心怎么出家呢？他放下这个我执、法执，放下这个见思惑，就是出家了嘛。啊，所以心静是什么？是心静，你最起码怎么样？你要破我执嘛。像阿罗汉的话，他破了见思惑，他证得什么？正觉啊，那菩萨是正等正觉啊，那佛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所以阿罗汉他证得无生，他已经证得怎么样？他至少呢，他已经破了见思惑了嘛。所以心静即出家，我信与你合，我的自信跟你的自信一样平等啊，无二无别啊。一切法无差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到这个境界，无贪无嗔无痴，你能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那一切法平等了吗？就一切法无差了吗？万法平等了吗？还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一切法无差。那这个呢，实德法师呢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这样随口就可以讲出这个偈语出来，因为他是看到这些法师在诵戒嘛，所以实德法师就跟他讲说什么叫真正的戒哈。那么实德法师当时就讲一句话：前生不持戒，人愿而出生呢，你今遭此咎，怨恨以何人？佛力虽然大，你却辜佛恩呢、啊。这句法语我们要好好警惕啊。啊，失人生啊，没有把五戒持好，失人生啊。失人生的话呢，就有可能到三恶道去了，那畜生道也有可能啊。所以前生不持戒呢，人变而畜生啊。那么当时这些寺里面的僧众呢，就很惊讶，很错愕，就告诉县里面的官了、啊，县官了、啊，县官就颁了一个文书啊，啊，要送给这个石斗，石斗不愿意去接受。那大家就赞叹了、啊，说这个石斗呢，他根本就是菩萨再来人间的嘛。那么大家也都能够接受他的劝告呢，都能够深自反省，改往修来。像我们净空老法师说，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习近平总书记，老法师说他是菩萨示现的，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会自己说我是菩萨再来的，但是他所作所为都是在照顾苍生。比如说他在这个整肃这个贪污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这光盘运动，叫大家呢啊要四菜一汤。那我这次到中国大陆，这个福州福鼎啦、啊、上海啦、啊、温州啦、啊，我去吃饭啊，确实很彻底。他们餐厅的门口都竖了一个招牌，叫“光盘运动”，就是你有吃多少就点多少。啊，你吃多少点多少，你吃不完的你最好就打包走，不要浪费。我们知道吃荤的现在人都很不惜福，满山满谷都是剩菜，
有些甚至都还没有开封就倒掉了。不只是台湾呢，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啊。因为现在大家都有钱嘛。但是呢，习近平总书记呢，他已经有发现这个现象，所以他号召呢，全国呢要光盘运动。所以据说呢，很多官员就不敢去应酬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叫菩萨示现呢、啊。哈，我这次到福州去演讲啊，他们就跟我讲这个故事。确实，我也看到网站上有这个照片，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呢，他在福州当副书记的时候，他在福州当官的时候，啊，他有一次去视察。那么视察的时候呢，他坐那个竹筏从山上那个溪流坐下来，那刚好呢有一条鱼呢像鲤跃龙门跳到他的竹筏上面，我们说鲤跃龙门嘛。结果那个习总书记的旁边的保镖呢，就眼睛盯着那只鱼啊，说哇，这个鱼等一下靠岸的时候呢，还可以，说不定还可以把它抓起来。要怎么样呢？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个竹筏一靠岸以后啊，习总书记呢叫他的这个安全人员呢拿了一个塑胶袋来，那再把它水装进去，把这个蚁装进去，再把这个蚁放生。你想想看，那时候他还不是当国家领导人，他就有慈心以物啊，对这些生灵，他有这个慈悲心呢、啊，那这不是菩萨是什么呢？菩萨才有这种慈悲心呢、啊，所以这个自古高僧呢，或故国再来，或菩萨示现，像这样，我们就可以说呢，肯定的说他是有菩萨心肠，他是有菩萨心肠，所以是菩萨示现没有错。现在的诈骗集团非常的多啊，台湾的更多患难，非常患难啊！我在内湖分局当副局长，常常抓这些哦诈骗集团啊。那有些人呢、啊、被骗了，退休金都被骗光了啊，后来不幸呢都跳楼自杀啊。有些人他一生的积蓄呢，全部都被诈骗走了。啊，后来我在内湖分局呢，当时哦防不胜防，民众怎么跟他欠呢？他听骗不听欠，啊，真的警察给他欠，他说警察骗他，啊，因为那些假的检察官呢，都冒充检察官，那些查封他的财产呢、啊，他吓得不得了，他说要保管他的金钱，然后保管他的账户啊，要冻结他的账户啊。说什么他涉及洗钱呢、啊？很多人一听到假的检察官呢、啊，吓得两脚发软。我曾经也办过一个呢，很会操作股票的，脑筋特别好的，还硕士哦，乖乖的把几百万的现金呢、啊、捧在客厅等那个诈骗集团来。我们的女警送到门口，他还不相信呢、啊，跟他保护了，他不要，最后还是被骗走。但是最后还是被我破案了，啊，那后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警告的那些用语呢，我们就用那个啊一个警察来照相，变成一个看板，那放在各银行的门口，啊，就告诉他们说都很多冒充检察官、法官呐、啊，打电话给你说要查扣你的账户的钱，那些都是假的。那后来因为银行有100多家嘛，一个看板就要1000多块的看板费用，就光这样输出那个看板就要1000多块，啊，这样100多家呢，100多家就要10几万台币啊，我们警察分局没这个钱了、啊，没这个预算了、啊，那我就跟师傅报告，请师傅慈悲呢帮助他们，师傅说没问题啊，哈，那我就把他做了100多个看板。
啊，摆在各银行门口，到现在还在。我现在去领钱呢，都还看到那个看板还在。但我们分机长就一直说呢，啊，你师父这么慈悲呢，我们要写你师父的名字在上面。我说不需要了，我们师父不在乎这个，也不执着这个名相啦。好，我们师父不执着这个名相，哈。那后来我想想说，他分机长说一定要写嘛，好，我就写一个法语在上面，好。就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，时辰一到一定抓到，这一定抓到。那后来跟分享研究说，我一定抓到这个还是没有很有把握啊，啊，时辰一到一定受报，我就讲说一定受报，就会有因缘果报啊。后来那个看板一放下去真的有用，哈，有一段期间呢，几乎没有再发生诈骗的这个案子啊。这是这里讲的这个打狂语啊、狂妄啊，啊，就是以前我在内湖分局的这个一个过程哈。但是这个朋友，如果他的恶习气还有时候实在是难改。养成习惯了，老法师说要改在童年，中年以上没有办法教了，没办法劝了。为什么？养成习惯了。他自己想不想改？想改，想改，改不掉，恶习既然断了，是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但是呢，智慧开了就容易，看得破就放得下。啊，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习气是凡夫。以前我在基隆净宗协会讲《金刚经》，有一个师姐来听了，老师退休的，毛病习气很重。那我跟他讲说，你毛病习气要改啊。他说我在家，他先生是厂长退休的。有一次他在家里读经呢，快到中午的，他先生说：“哎，老婆啊，啊中午的赶快煮饭啊。”他马上就翻脸了：“你没看我在读经吗？我在帮你们祈福，在修功德，你没看到我在读经吗？”他先生说：“哎，啊你们协会人怎么脾气这么大啊？”结果呢，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了。我说你先生是你的护法，他比你早觉悟。他说他哪里有觉悟，他佛也不念经也不读，他哪里有觉悟。我说你错了，他是你的护法，信不信由你。结果隔没多久，这个师姐呢就开车呢经过基隆的一个隧道，开到对向车道跟人家对撞，脖子以下差不多就断了，就瘫痪了。最后谁照顾他？他的这个厂长，这个菩萨丈夫照顾他，煮饭给他吃，帮他照料，帮他看病，带他去看病。后来他再来找我，我说是不是他是你的菩萨，他是你的护法，就是习气难改。他怎么跟我讲？他先叫他改脾气，他说我活到七十几岁了，我妈妈爸爸都不能够叫我改，你凭什么叫我改？习气难断了，所以这怎么归过、啊、这要怎么归过？他也是学佛了，他也在读金刚经、啊、金刚经不是断你生性吗？对不对？金刚经不是叫你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吗？他这么着相，他读金刚经读一万遍也没用啊。啊，再来，那法师说闻过能改，有勇气，有决心，有毅力克服自己的习气，这个人不是凡人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无论是世法是佛法，有大成就的人多半是这种人，叫克己复礼。圣贤君子在佛法里是菩萨，是活菩萨。